看明白了，我都看明白了。我以这前不知道怎么我玩。啊，之前的话都是小机就是，器，都是小的转运器。自己科技，自己颜色就释放了。估计就是热升华，温度一高它就升华出来了。五毫米量。对，它都在养着。就是要比刚才要好，一点都在刷脚，就这个比刚才好，比刚才那漂亮点，这个效果出来了，你说，然后它好慢，由于材料不一样，它速度不能快，它等级，这样洗出来也快，这个能效果很快，太快，因为一开始自己弄它的湿度、温度各方面、速度，你觉得是。材料不一样，很多东西不是说影响。哦，材料不一样的是，我看看。